新北市树林区水源路这边有着大大的公园跟运动场，而昨天晚上有一名街友睡在凉亭的时候呢，却遭到攻击。有病人是持着钝器攻击64岁的张姓男子，现场包含凉亭附近的公厕满都是血迹，而警方已经在现场拉起的封锁线展开调查。被攻击的张姓男子头部受伤，左手食指中指断裂，右手臂也刮彩，幸好意识清楚，被送往医院治疗。目前警方也在持续的侦办，在追击凶手当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